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妈冲冲冲，我是牛妈 Sabrina。今天带孩子去家附近的小超市买些水果，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，就是购物车宝宝坐垫。这个相信是很多妈妈带孩子出去超市买东西必备的一个神器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会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。看这个。购物车坐垫儿可以套在这里，然后这边就孩子就不会摸到购物车，然后他们的腿正好伸过去，这里还有一个安全带，可以帮他们扎住。后面呢还有一个这个袋子，可以放小朋友的玩具啊，妹妹带了几本小书，可以放在这里。好，现在让妹妹坐上去看看，试一试。我想坐，妈帮我坐，那我抱你好吗？抱我去那。妹妹坐这个坐垫舒服吗？舒服吗？你看他们，我看妈妈这里给你扎了安全带，你看这个地方，看到吗？扎好安全带，这样你就安全，是不是？对，就不会掉下去了，这样就不用怕了。然后你看这里，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挂一个小玩具，如果你是小宝宝的话，我可以挂两个小玩具在这里，然后你就可以拿着玩，也不会掉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侧面你看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包包，可以放你的小的东西，这里也可以挂你的小玩具。然后这后面这里就是可以放你的小书，你要不要看一本小书？想看什么书，妈妈帮你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很方便哦，你自己都可以够得到，这不挺好的？是那个吗？你指一下，要这个蓝莓啊，你光指就可以了，你的手不要碰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买两盒蓝莓，再买一些橙子，好吗？啊，对，这边还有草莓，好，我们再买点草莓。我们没有被。你也要想要吃葡萄吗？好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几个橙子啊？数一数，一个，2个，然后呢？3个，然后呢？4个，然后呢？好吧，我们买5个好不好？够不够？我们有几口人家里？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姐姐、浩浩，还有宁宁，一共几个人？6个。所以我们再买5个，够不够啊？一人一个的话，那只有5个，够不够啊？不够，还要再要一个，好不好？再拿一个，这样就6个了。我们每个人一个橙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都是你喜欢吃的水果，是不是啊？你买了什么？橙子，还有呢，草莓，还有呢，蓝莓，还有呢，蓝莓，葡萄，一共几种？4种，4个手指头。我们买了4种水果，是不是？就是4种啊，橙子、葡萄、草莓、蓝莓。Lemon 很酸哦。再一个水泡。哦，你是想吃柠檬蜂蜜水是不是？加上蜜糖就没有那么酸了。好吧，我们一会儿再选一下柠檬。好了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怎么购买。打开 Amazon.ca 的网站，你搜索 Case Shopping Cart Cover，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种选择。我这一款是哥哥小时候买的，都很多年了。现在有更好的设计，它有一些是加了厚海绵的，这样有一些小宝宝就不容易磕到头。还有那种可以一个坐垫两用的，又可以放购物车，又可以放那种外面餐厅的 high chair。还有一种是给那种 Costco 一个推车上面有2个座位的那种双座椅的设计。如果有双胞胎的家庭，可能就比较需要这种的。大家可以选择一下，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
如果你有更好用的东西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